女团讲的是团魂，这位选手从进场至今，我没有看到一个镜头他在和其他人交流。选手互评其实是有一分，他的得分也不高，我认可他的实力，但如果性格太强，还是不要在这个圈子混了，会很辛苦。我尊重他对自己的评价，一样给 C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让他休息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回家收拾下，两天后正式进驻造星营大本营，开始集体生活。哦，没什么，只是谢谢你，我听工作人员说你帮我争取评级，和其他导师有一点小争执，对不起，以后就不用你费心了。总之，谢谢了，再见。依我看，你当初比赛的时候，都未必对自己有这么上心呢。等你啊，我跟小玉说我会送你，让她先回去了。我倒是想跟你独处，但没有机会啊。走吧，今晚只是二人行动，二人世界留给下次。刚才录完节目，我的川哥要我喝一杯，说今天刚好是那个梅姐的生日派对。是啊，难道你忍心看我羊入虎口？陪我一起去啦。正牌女友啊，我不介意。不要过分美丽咯，姐姐们不会开心的。姐，上次就是他托我向您借用夜店场地进行拍摄，我们刚录完节目，听说我要来给你庆生，就说要一起来当面谢你。欢迎欢迎，都是自己人，今天姐姐生日，大家一起开心。梅姐，川哥还没来吗？他跟我说他早就到了。哦，反川呐，带个穿制服的女孩子，这会也不知道在哪个包厢开心呢。来来来，我们不要管他哈，你来了才是最重要的，喝酒喝酒。哎呦，好啊好啊，求之不得啦，还是你们年轻人会玩。
哪个男人没有花花肠子嘛？你说还能干嘛？你这就不懂了，这里是他老婆哥哥的地盘，他哪里敢在这里乱搞啊？敢带这里来，当然是搞事业吧。当然，他会带着他的练习生来给我看看，要出道的话，这脸要怎么动手脚呀？哦，也会带来陪老板们喝喝酒，看看乖不乖，乖的话就送去韩国深造呀。哦，当然，韩国的娱乐圈简直不要太发达啊！你看看那个什么朴允真的，是不是去了就大火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千万不要说出去啊，他那张脸就是在我的韩国医院做的。那还有假吧？姐姐，我在韩国投资了很多连锁整形医院，我们和韩国很多娱乐公司都有深度合作，绝对权威的。